的是大雨，就是昨天夜里，也就是两三个小时，它的水位就开始迅速的往上涨，应该说是超过两米了。客栈也是被淹掉了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看到河上飘的都是热水瓶啊、木板呀、然后椅子呀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降雨了嘛，下的雨比较急吧。有没有人员伤亡什么的？没有。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